你怎么在这儿？意外吧？哎，不应该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在这儿吗？哎，你别靠着人家车，蹭坏了你赔得起吗？你在搞笑吧？啊，我在问你话呢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哎，你发朋友圈都不带屏蔽我的啊 ？GPS 定位达人啊？哎，现在都这么明目张胆的了吗？啊？嗯，你都看到了？啊，看到了。那就这样，啊！哎，你不给我个解释吗？那男的谁啊？啊，没谁，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分手吧。哎，大姐，好像是你出轨了吧？哎，怎么你理直气壮的？你不应该是求我，然后求着我给你一个机会啊？然后你我不爱你了，行吗？啊，所以说你现在连骗我你都懒得骗了，啊？哎，你编个理由都行，你找个借口，你骗骗我。我受够了，可以吧？你觉得你送外卖很出息吗？你一个月赚多少钱？我凭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啊？我想要找的是可以依靠、能够跟我结婚的老公，而不是需要我陪着成长的绊脚石。我是绊脚石啊！哎，你的绊脚石一个月赚10000，给你花8000啊！你的绊脚石为你亲戚全部付出所有，每天就想着跑单跑单，多攒点钱，多攒点钱，你的口红就出来了，你的散粉就出来了。你呢？啊，你就这么回报我？我不需要好吗？你看看现在的我，我还需要这些吗？我看得上这些吗？你看看这个包，人家第一次见面礼，好几万的包，你能买得起吗？啊，所以你跟人第一次见面就来酒店了，啊？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跟谁在一起不是在一起？你能给我想要的吗？啊，我不能，我不能。给不了还说什么？这个车，你不是送外卖的吗？啊，对啊。哎，在一块3个月了，我邀请你出来看场电影，觉得庸俗；我请你吃个大排档，你嫌脏；我就给你送束玫瑰花，你都说花会凋零、会枯萎，你要永生呢。哎，我把我所有的仪式感和最浪漫、最温柔的一面给了你，我满心满眼都是你啊！你呢？啊？我问你呢，这个车它是不是你的？有那么重要吗？啊，咱们俩在一起这么久，你了解过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家5台车3栋楼，我这辈子就什么都不用干，扛在家里，我父母都能养我一辈子。你们家这么有钱，你还出来送外卖？你以为我跟你一样，我做寄生虫啊？然后我想从最难的、最苦的开始历练自己，有问题吗？宝宝，我突然发现原来你这么励志，我突然好爱你啊！你快唠叨吧，我快吐了，你别爱我啊！你不爱我了吗？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了？你这么廉价，你觉得你配吗？哎，宝宝，我错了，别碰我，滚！